所以，那你现在你的附近周围，会不会有听到，就是说你身边啊，或者说有没有听到说有人感染的啊？我的附近没有，但是我们看到新德里，啊，新闻上人多，嗯，哦，新闻上还就是说，有其他的地方，孟买也多。哦，孟买。Hello，你说的 I can hear you. OK。Okay, that's good. Very nice meeting you. Okay, nice to meet you. Okay, this is Harley and this is Xiaobo, my friend in India. He can speak very good Chinese. Ab kai se ho? Yes. Of course. You too, man. My Hindi is just choda choda 错的，所以你现在是在德里，对吧？对，德里的房间嘛，啊，你是在德里的哪个地方啊？是在哪个位置？东南西北哪个位置？德里的，从我的地方在德里30公里嘛，什么？30公里，哦，你离德里还有30公里。对啊。哦，OK，是在叫什么名字啊？你那个地方下个地方，啊？我就在那个新德里，还有一个边界，哈里亚纳的边界哈嘛，亚我那，的哦，你在哈亚那跟德里的交界的地方是吧交界的地方，？OK，这是你家附近吗？刚想。哦，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现在在的是什么地方？这条路是平时人多不多的地方？没有人多嘛？现在8点，7点30，哦，对，现八在分很钟早，很早，嘛。我知现道。在人少了。我想问的就是说，平时这个时候7点多的时候，我讲的是去年疫情之前7点多钟的时候，这里人多不多啊？2020年呢，我们。差不多三月份吧，3月份。3、1月份、2月份、3月份人多路上，嗯。上班随便去，但是有病毒来了，3月份嘛，22号嗯，就都关门了嘛，所以，那你现在你的附近周围，会不会有听到，就是说你身边啊，或者说有没有听到说有人感染的啊？我的附近没有，但是我们看到新德里，啊。新闻上人多，嗯，哦，新闻上还就是说，有其他的地方，孟买也多。哦，孟买也多，所以你在的地方还算是比较好，就是不是在德里的市中心人多的地方，你这人还算是比较对，少，是吧？哦，扫码这边的，你看这边。路上人在做嘛，还有路上又可以跑一点人，这边没不多危险嘛。那你平时会出来吗？会经常出来要办事情啊，或者买东西吗？早上出来了嘛，以后9点以后都警察来了，就不能出去外面。哦，就是说早上9点钟之前可以出来，然后9点钟之后不可以。不可以有晚上5点有，五可以点以买后。东西，买东西不能随便跑，哦，OK，买东西的有事你可以去，有警察有法官了吗？那你说的时间是你说9点钟之前可以出来，是吗？早上9点钟之前可以出来。不，6点对，早上6点到9点嘛，可以出去。
6点到9点早上可以出来。九点以后不能休息，有晚上五点啊。五点到多少点？有晚上五点。对。然后晚上几点钟不可以出来了？六点，差不多五点以后嘛，五点以后到八点，两个小时，七点。哦，你说分了两个时间段，上午是6点到9点这一段时间可以出来买东西啊，干嘛的？然后下午的话是5点钟到7点钟这两个小时可以出来，其他的时候，一般是不让，就是不可以出来买东西的。那其他的时候出来的话会怎么样？警察会怎么样？买东西要出来回去。如果是在九点钟以后，上午的九点钟以后出来，被警察发现了会怎么样？警察会罚款吗？罚款罚多少钱？罚款罚多少钱？差不多500卢比1000卢比。500块钱，所以那还是很多人都不敢。但是有事你不赢哈，你生病了。我说如果酒店有，你要去银行，去银行还要去那个买药、哦、还有经济的东西你可以去买，没问题、哦、经常问你哎，你干什么去、哦、啊多么讲嘛，给我有事这边生病了，还有买的有些东西，就经常 OK 哦，所以、就是、我们戴口罩都能、啊、OK，所以还是靠自觉，就是说也有人出去反正有个理由的话也不会太严，会让你去。对、哦、你原来是做什么工作？你原来是做什么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原来的工作。我就翻译嘛，做翻译，中文和印度、翻译超千问中文印度还有一些英文、啊、英文印度人说不上嘛、印度文还有中文啊，人说的很多那你现在的话工作就没有办法，我退休了。你现在没办法工作，现在没有那个中国人嘛，没有中国人来，所以就回国都回来了。病毒很多嘛，在印度。哎，都回过来。就是工作的基本上都回去了。那少数有一些回不去的，有很少一些人回不去是吧？还少数有啊，你认识一些中国人还在了吧？还有少数一些人不去嘛。有的中国人可以，他们这里，他们救不了就他们就在。新德里还有古鲁冈吗？啊，对对对，那你现在觉得新闻，你觉得新闻上哈 news 在 TV 或者是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些新闻，你觉得真不真实啊？会不会有一些太过不真实，还是说怎么样？你觉得跟你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新闻上他们讲的应该真实嘛，但是我们的这边都没看到，认识了还有什么新？哦，就是说你觉得新闻也是真的，是吗？只不过没有在你们这边。一般我觉得一般才真的嘛。你觉得一般都是真的？喂，你觉得是真的？真的还要我们在印度领导人嘛，他们是 politician。你觉得是领导人的一些他们问题。哦、那个现在是像莫迪，我们的莫迪先生好吗？他管理这个地方很好。
啊，你说他莫不迪在谷？管理就influence了很多。你是说莫迪管理得很好还是不好？好嘛，很好。啊，管得很好。我们都听他的话嘛啊。OK，哦，对。但是新闻里面说，就说他管得不好，说他太过于不太相信，就是没有很严，然后他的一些political 的 events 就是做得太多，所以很多人在一起群聚，所以造成感染。你不同意吗？哪个？就是新闻上再说一遍。说，哦，新闻上说莫迪他没有很重视这个疫情，所以呢，并且他搞很多政治活动，很多 political 的那个 events activities，所以使得这个就很多人在一起嘛，聚集在一起，所以使这个疫情变得比较严重，这是新闻上是这么说的，你觉得不是啊？新闻上都这样讲嘛？哦，但是你觉得不是嗯，？OK，那就是还有就是新德里那边的医院啊都不够用了，还有包括那个火葬场啊烧尸体都不够用，到处都是在户外野外在烧，这是真的吗？我们的那个医院上现在都新德里都 OK 了，现在养起来了嘛，还有现在开始打针嘛，每个人哦，开始都打开针了，OK，开始打针。然后你有没有打？啊，injection 啊，你有没有打疫苗？我已经registration，但是我的学期还没到了嘛，哦，你的时很间多大人概……嘛。哦，OK，那你的从时间两大点概半是就什么时打候？针了，什么时候排到你？什么时候是你的？到了你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们呢给了一个时间嘛，嗯，你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就可以了。你来这个地方就打针，OK，啊，嗯，很多人嘛，这里排队，很多人啊，很多人排队。，registration 在嗯，嗯Google 一个 apps 嘛，嗯嗯，嗯嗯，有一个那个 app，啥嗯。，app 啊，可以 registration 每个人。OK。那个疫苗是怎么排的？是按照什么顺序？排队那个还有2种嘛的，这边一个检查的人。生病的，还有一边那个打针的人，都排队。嗯，是按年我龄们来。的医院很少去。啊，医院怎么？啊，yes，你说医医院怎院里么？面我们很少去嘛？啊，为什对，么？是。啊。病毒，我们害怕，所以我们都在屋里面休息。我们还 OK，OK。在关了17号，这个月17号，我们不能出去外面。这个月17号，哦，一直到17号，17号之后是又会放松一点，是吗？5月17号之后会放松一点，是吗？刚才呢，休息啊。1号晚上，我们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怎么说。哦，要听一下现他的意见。在那个叫什么新德里的病毒人嗯，少一点了，他嗯说，，OK，对，少一点是吧？哎，病毒没有人，很多病毒人，小怕波，病毒小波，刚刚你把口罩摘掉，我看你好啊。很，你长得很像那个 Shah Rukh Khan。真的，你很像没 Shah 有，Rukh 你看，Khan。真的，有没有人说你像 Shah Rukh Khan？啊，没有没有，啊。哎，我第一个说你像 Shah Rukh Khan 的吗？我的朋友说，没有，我的朋友说了嘛，
你的人头发还有什么脸跟啥对，差不鼻多一子样？你都看嘛，很像，很像，很像。夏 鲁对卡啊，明星啊，眉毛、鼻啊，子对对，真的很，yes，像，眉真毛的很看他的一样嘛，头发。像，但是我年纪大了，三十八。夏鲁卡更加大，夏鲁卡60岁了。你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的？我说，我听到看到这个地方，有钱人们，有钱人死了，他们病毒很容易进去他的身体里面。还有努力工作的人、工人，还有一些人，他们很少会发病毒。你看路上，这些都工人。你看嘛，给你看看。你看交通车，哎他们嘛，都戴口这罩样的吧？人，这样的人，这些都工人，都戴了，都戴了，都戴，都戴了嘛。你看口罩。对，所以你刚才说的意思是说，现在反而有钱人很多得了病，中了，有了病毒，然后。反而是平民穷人反而没有，是吧？你是想说这个吗？我想说这样，为什么呢？有钱人在家里就开空调休息，平民的工人外面打工嘛，他们身体会强一更点。强壮一点，这也是不幸中的你万没看幸啊。到很多印度的，你没看到印度的好多有钱人出事了吗？对，我有听说。还有新闻上的那个讲的人也是了，还有很多有钱的印度人就离开了印度，对吧？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坐私人飞机就跑走了，这是真的吧？现在没有签证，现在没有。有钱人可以他们出去别的国家，但是现在他们去不了。不可以离开了，不可以走，离开，病毒嘛，所以封锁不了，可以离开，飞机没lockdown，有，我们国内飞机可以开，lockdown yes，lockdown，是你，OK，看这个奶茶的人，买奶茶嘛，这东西，他就这 mask 了，一脱了下，mask 了吧，那个你看看这个人用，还戴口罩，他用的是那个嘛，印布度的包一的，个。Masala Cha，TK 不包的，呢？也是，好吃的，这个呢，我来，TK，这个，我来试试，你看，Hello，Hello，TK，Good，Good，Stay 你看，这 safe，Stay safe，TK 个，你给我看，呢？Yeah, stay safe. 戴口罩嘛，你看这个我们的印度的一个毛巾对，嘛，对，毛巾，很安全。对，这种的话没有口罩好，最好还是戴口罩。这种的话防不了那个有一些病毒防不了。他在家里嘛，就对，这人样，少一就出好。去就戴口罩。对，OK，人少嘛，你看没有人，就这个人买东西，你看，是的。Samosa，Samosa，秃头叫嘛？秃头，他说不Samosa 是，yes，是 Samosa，是 Samosa，OK，Samosa yes，里面秃头 哎呀，土豆，，Samosa，我喜欢吃，我喜欢吃，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Panipuri。巴尼布里现在没有嘛？哎，现在危险嘛，这个东西不能买。因为那个有水是吧？因为啊，有里面水，有水，有好多人吃这个东西，对啊，病就会很容易比较容易，对，这个传好一点，染吧。这是油炸的干的，
就是说你这么久以来你都没有去过德里吗？都没有去过，还是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一定要去那？这个时间我 lockdown 的时候我没去过，以前可以去。哦，那现在你要去也不能去了是吧？不让进去吗？现在都地铁还有公共交车都停了。哦，那自己开车可以去吗？就是货运的人可以，货送货的人可以，送货的人可以，货嘛，啊，对，不能乱跑啊，不能乱跑，嗯，这边又罚款了，OK， 所以不能随便的去，有事情或者说是送货就可以，啊，送货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嗯，有可以。我们订车嘛，他会送他们的有表，政府给一个表，他可以路上这个车跑。小波，那个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因为在外面我也不想耽误你太多时间，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那边的情况。OK，welcome。明天要不要我们跟他聊嘛？还要聊？明天不用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时候有机会去就是不要专门的去啊，如果你会去新德里的时候你告诉我，那给我们看一下新德里 New Delhi， 如果不是的话就不用了，谢谢你了。新德里的我可以给你录音吗？我的朋友就在那边。哦，那你介绍一个那个新德里的朋友给我啊。嘛，拍照录音呢，有发给你。OK， 好，我看看这边的情况，什么情况？好，谢谢。OK， 拜拜。OK， 谢谢。那个保重哈 ，Stay safe。希望这个疫情尽快的过去。谢谢，我分开吧。等疫情好了，我再去印度会找你。OK， 来印度。Shalukam。等一下，这还有一个月就好多人打针了，就没问题。OK， 打针这个地方，OK， 好，印度，好，跟我们的小卢肯说拜拜。OK。